明星们走红毯时遇到的意外究竟有多惊险？孙菲菲走红毯时，裙角被主持人意外踩住，于是礼裙瞬间滑落。在出席某颁奖礼红毯时，因为裙角不慎被同为嘉宾的主持人方玲踩到，导致礼服当众脱落，当众出现不雅一幕。这场面估计比社死还难受。同样难受的还有张萌，走红毯时肩带竟然意外滑落。吴宗宪和女儿一起走红毯，也遇到过礼服滑落的意外，结果他竟然直接上手帮忙。不懂就问，女儿已经成年的前提下，这样真的合适吗？一例子吧，参加某活动时，意外就失了一只耳环，肉痛的是这只耳环价值百万，这半套房就这样没了。薛之谦参加活动突发意外，一位女粉丝冲上台就抱着他强吻。哇！这位先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不要这样啊，我们的。不要这样吧。粉丝们要注意克制啊，毕竟明星也是自然人。景哥走红毯时差点摔跤，结果竟然摔出了吸奶器。这波操作引起真是让人迷惑。